要插线了，这个今天要插线。我旁边两边啊，六十多钱。你就好啊，赚这点钱多。我昨天起，今天跌。哈哈哈哈哈。哎，后尾是铁。来，下午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表弟好主意》现场烹饪节目。来，请帮我们 like and share， 谢谢你们。今天有做油蒸红鱼啊，啊，请帮我们分享啊，谢谢你们。来 ，Y Ling Chong， 谢谢五十个心赏，来，谢谢支持。Thank you, 赖先生，谢谢你们的分享，谢谢配合啊 ，Thank you, Thank you。哎，妈，帮我一拿热水哦。Hello， 港哥表姐，下午好，我是小弟，来看看我们今天指数吗？一个是乌龟洞，乌龟洞，四季豆啊，也是叫啊，四季豆炒肉碎啊。现在我们要用黄豆酱来煮过，我记得我有煮过。啊，用黄豆酱，用黄豆酱来炒这个四季豆啊，这是家常菜的啦，我们也配肉碎啊。但是如果你会炒的话，就炒得很好吃哦。这个几乎应该是，超简易啦。简易啊，当然步骤要对了，简易步骤也要煮得对。OK。啊，过去都我们都来如果是干煸四季豆了，豆我们四季豆就一般上来去油炸了。哦。那么今天很多说啊，油炸的话太多油，我们就做一个分两轮炒了哈。来 ，Coco， 谢谢你五十个欣赏。好嘞，我们现在第二道菜就是这个鱼，姚章鱼，油浸油浸水泡啊，对，哎，那什么红鱼啊，红油的啊，姚章。那么这个红鱼很美，它不是用来蒸啊，这叫一斤肉多。哎，你切了啊？我切一片一片的啊，切三刀了。它切三刀在那边就容易熟啊。那么第三道的时候，海鲜这个也不陌生啊，海鲜这个海鲜我就用虾跟那一个 scallop 的，这个海鲜什么？海鲜面线根啊。哦，海鲜面线根。这个是过去你们都很喜欢吃的。好。啊，那么这边我要放点葱花。任贤齐啊，拜二哦，今天啊，妈又要买乱吃啊？没有啊，啊是啊，你就知道，这个人啊，来想一下今天是不是星期三？哎，没有，今天也没有特别。是我很少买乱吃的哦，我很少买乱吃，但是你每次你弄到好像有，哎，好像有要自己乱买。啊，你又知道我在做什么？哎，就弄，真的是没有乱吃。来，看他们切一点葱花，葱花放海鲜段粉，哎，海鲜那个任贤根。OK， 我们现在可以煮了哈。我们现在炒肉碎先，哎，那个今天如果可以的话，快快啊！哎呀，最好快。嗯。来，来面线跟我们。鸡索，谢谢五十个欣赏，谢谢你。面线跟我看我要放这个，要不要放这个？太多料了，你面线跟，你看有 scallop 还有虾，你要放鱼花是吧？那个墨鱼。墨鱼啊。章鱼花。会不会太多料啊？我料太多了。啊，来 Candy Fun， 谢谢你，拿出来了，拿出来用完汤。这个是料你自己喜欢的啊，料。它的材料太多，太多东西，太丰富哦。哎，我们现在炒这个乌龟洞。好。黑婆，谢谢分享。OK， 砂锅放冷油啊。
来，谢谢苏生六十六个欣赏啊！谢谢。Happy cooking， 哇！啊，谢谢。所以我们现在烧热煎那个乌龟冻，乌龟冻先啊。嗯。你可以选择拉油啊，拉油的话，你的油炸啊，你是要炸还是拉油？没有，我煎就说不要拉油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会煎这个乌龟冻啊。OK， 今天我们这个鱼要炸啊，鱼要炸的话呢。它是用油浸啊，油浸头上油要很热啊，油热的时候、哦、然后还要关火了、嗯、它不是炸，你不是属于炸，你是属于浸的，要浸 啊要浸的、啊、表弟听不到声音啊，哎，没有开始，开有了、啊、开有了，有了、啊，你吓到他一下，有啦。我本来我们鱼啊，就是左边、右边切三刀就是了啦。等一下他用油浸泡在里面的时候啊，它就容易熟啊。我们看看油够不够热，要够热、啊。哎呀，这样探测它是热了嘞。还没有，你看，如果过了那个油温会一下去的时候，马上啪啪啪啪啪啪就很热了啦。OK， 就是在它最热的时候，你熄火是吗？啊，对。OK， 来我们看他怎样用他们的方法。啊、OK， 这锅热了，我们换菜。来煎一下那个乌龟豆啊 ！Nicky， may I know how many kids today？ 今天完全没有看新闻啊，今天比较忙一点啊，该见了顾客直接回家。后面罗要洗香蕉。我差不多 whole day 都是驾车啊，来车上啊、下 K 要拿报告，然后见顾客拿回来。慢慢煎好，我们分两次炒哦。分两次炒，先煎一些，不一定不是完全要让它很全熟啊。啊，热热的油啊，用热的火去煎它，这样行了。Today I also cook some spring with mint pot， 哎，一样啊，今天也是煮一样的菜啊。那我们今天是有放黄豆酱啊，我们有放那个冰酱。Cute leopard fish 啊，那鱼很大的哇！来，有本事提供资讯的7276 K， 越来越少了。多啊，昨天6000，今天7000啊。你气了火是吧？对啊，没有还有火。来，整条鱼啊。这里有多少？有一公斤啊？一点呀，一点二这样，1.1到1.2这样。1.2公斤的鱼啊！不要给它太多水，哔哔叭叭，哔叭叭。那个油不要太滚啊！鱼就热了了。啊，那个鱼肉是没有牺牲令啊，我们这里没有的、啊嗯，我们没有调任何东西啊，没有，直接来浸泡在油温里面啊。啊，你是炸了哦？对，放手。这个是炸了啊！对，我以为你是那种慢慢放进去，没有那个冷油，那个冷油，那个用冷油呢啊！这个关火不用紧啊，那个小火也可以，小的火，开小小的火啦。嗯，反正要水都搞紧了，大概70%的熟度啊，就取出来。那、嗯、个、啊，哎，这是什么鱼？熟了的红鱼啊，还是直接煎熟了啦？啊，嗯、红鱼。鱼要腌吗？鱼我们没有腌啊，直接拿去炸啊！来、啊，请问表弟，炸墨斗啊，才不会喷爆，要怎样才不会喷或者爆出来呢？墨斗首先要干身先，一定要干身的东西啊！你如果墨斗水很多，它就会喷出来啊！你是讲爆是什么意思？来，蒜米一个汤匙啊，爆香先啊！有水分一定有啊，放水分。我讲不清楚了，谢谢你来把肉碎放进去啊，全部没有腌啊。全部没有腌制来漏碎啊，
没有没有洗过啊，不是够热啊，不是没有洗过，就是这样的贴锅的，看到没有？刚才下单买的 Kitman Mixer， 那谢谢你的支持啊，谢谢。朋友，请问索朗诺一斤多少？我不知道啊。直到今天是7200多宗啊。哎，我们放点油下去啊。哎呀，炸鱼的也是美啊，来放点油。你不要洗锅就是这样啊，要洗锅一下就不会贴了啊。洗锅热锅就不会贴啊。洗锅了再热锅就不会贴锅啊。我们来豆浆。这是什么？黄豆酱。黄豆酱一汤匙半。来一个汤匙半的黄豆酱啊。要洋葱酱氧化了。所以我们的黄豆酱一个汤匙半啊。嗯。是不是Janet鱼啊？我们叫红鱼啊。不是不是 Janet， 英文叫 Red Snapper 啊。闷闷的。来，我们把我们的乌龟都放进去啊。Announcement already 啊，13号到16号是狼窝没有水啊。哇，有中吗？我们这里。什么方法可以避免鱼皮不会贴锅？要不然呢？每次切出来，热锅来先，这鱼表面也能看。要热锅啊！来，糖两茶匙，两茶匙的糖啊，一茶匙的鸡精粉，一茶匙的鸡精粉。嗯，煎鱼之前有需要放盐吗？没有，我们什么都没有放。我们的鱼啊是直接来炸。这个超简单啊！啊，捞一捞一下那个。肉碎和那个汁捞一捞一下搞定。哦，那先这个料酒，来一个汤匙的料酒啊，要放水啊，一个汤匙的料酒，不能加水啊。好，那个干身就可以了。给来献给大家的家常菜啊，这个是贵豆肉碎啊，配黄豆酱啊。嗯，表弟，我要订货，可是不知道如何汇款啊。如果你私信后台啊，他应该会给你个 bank account， 你可以直接 bank 给他们啊。哇，如果你要今天猪肉碎啊，如果有那个。有那花露啊，有一点油花是香，放猪油加不是更好？是啊，那个花露啊，今天我是用瘦肉来炒的，嗯，好香。哎呦，想吃粥嘞！哎，这个餐厅卖可以多少钱哦？啊 ，this few day already very hot 啊 ，no mood to cook 啊 ，just go to aircon place to eat 啊，耶，啊。偷懒一下，偶尔偷懒一下也是被允许的 啊。这个就是我们你跟你的另外一半讲，最近很热啊，不想煮。哎，那可以用肉碎来炒乌龟豆啊，之前只是用肉片啊。啊，肉碎会比较适合啊，那口感就不一样啊，跟肉乌龟豆比较那个如果有那一个 S7D8D 啊，可以。如果你想吃完辣的。来，我们看了鱼呀、啊。那我们鱼不贴锅的，为什么鱼不贴锅了？因为我们锅热嘛。啊，然后这锅热就不行。我先开大火。哎，刚才是小火，现在大火啊。啊，要给它鱼的鱼身热的，给它冲凉一下、啊。我跟小顾买了三个炒锅，今天收到了，谢谢，谢谢您的支持啊，谢谢。Black bean one is black bean. 我们 you mean the 刚才那个乌龟豆啊？啊，那个黑黑的，那个是肉碎。黄豆酱啊，黄豆酱肉碎。啊啊，黄豆酱来的黄豆酱和肉碎啊。来，现在我们煮那个酱啊，这个有章鱼的，哇，烧这个酱汁啊。来，继续帮我们分享啊。
谢谢啊，有没有四千人？没有了，你就笑。哇，我做梦啊，表弟啊！哎，三千一百人啊，来，我们要求三千五就好啊。啊，来，肉碎放什么酱料啊？我们是放那个黄豆酱啊。黄豆酱炒，啊、你可以放八方酱。啊，香菇八方酱，八方酱啊，肉那个黄豆酱，海天的那种酱料都好啊，八方酱啊，黄豆酱啊，豆瓣酱也好，啊，辣的黄豆酱啊，或者是那种拌拌酱啊，蘑菇拌拌酱都可以啊，都可以掺这个来炒啊。哎呀，我们现在煮那个，那么巧，今天也是贵豆炒肉碎啊，超好吃啊，家常菜的。最近东马也是很热啊，只要我们在马来西亚都觉得很热。料酒是不是花雕酒啊？不是。花雕是有花雕的味道啊，料酒它就比较啊低调点。来，我们这个要学这个、啊，这个那天有跟大家。但是工人一样啊，工人一样啊，你煮菜放点啊花雕或料酒都是一样的。OK， 蒸鱼酱油三汤匙。来，三汤匙的蒸鱼酱油啊，如果没有蒸鱼酱油的话，你就放酱油啊。啊。所以我们是三汤匙的这个必买的蒸鱼酱油啊，如果你很爱吃鱼的话、啊。不妨买这个酱油试试下，绝对是跟一般的酱油不同啊。嗯，一汤匙的糖，一个汤匙的白糖啊。嗯，一个汤匙的料酒，一个汤匙的料酒。海鲜酱也可以很好吃。要怎样开锅才可以煮？这样开锅，下锅来啊！看你们锅啊、哦，味极鲜，味极鲜啊，一个汤匙啊，看你的锅是什么锅啊？你可以私信表弟啊。嗯，那我们是味极鲜，来一路一汤匙，来 fish sauce 一路一汤匙啊。S O 酱也是可以炒，对啊，嗯对，来一路一个汤匙啊。这个是鱼的酱料啦。嗯。来分享了，来谢谢你。分享一次就好啦。等一下你的脸书全部是表弟的那个影片。哈哈，没啦，就不怎么好看了。新加坡也是很热，我们在戈壁村嘛，哎，当然热了。如果你新加坡是冷的话，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。来，加水加多少？120克。来120ml 的热水啊。放心，我会不停的按辣眼线，一次好了、啊，不用太多次啊。来，黄豆酱是不是豆酱啊？是属于豆酱啊。来120克。来120ml 的热水啊。花雕有花，料酒有料。厉害呀、啊、！Mickey did not get to meet you today 啊 ，so happy to meet you， 你表弟媳妇啊。没有看到我没？我有来啊。你要来？我吃一下子我就走，我吃了东西我就走了。新山也是很热，现在都热了，现在都热，天气都热了。不懂啊，我觉得啊，北马会比较热一点啊，有关系的呢。我去怡保的时候，我觉得怡保的天气特别热，尤其是烘烤类的地方啊，它白天就很热，晚上就很冷。来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爆香啊，啊鱼就不要理它，就给它浸泡在那个滚油那边啊。嗯。啊，请问哪里可以下单鱼露啊？鱼露你可以去 Shopee 买啊，那个鱼露，这个 Shopee 有卖啊，你可以拍照一下，你直接写下名字啊。OK， 来，我们的是姜丝噻，嗯，所以鱼蒸鱼酱我们放姜丝，先爆香先啊。你是要？等下去要半煎炸，爆好姜丝，黄黄色啊。表弟几时去新山？你是去新山？11月11号，双十一准准啊？还是11月10号？双十一，双十一下周后啊。泰国很热，冰城也是很热，你不能怪你是我们是在哪里呢？我们在赤道上，我们在赤道上啊，赤道。热是应该啊，如果你只是冷的话，你就要好奇了，为什么天气那么冷了、啊？那北马真的是有点比较热一点的 啊，有人认同啊，北马比较热、啊。
在这么天气的这么热的天气啊，你还看表弟，哇，直接烫到我了 ，Oh my god！ 我一直烫到我都没有喊，都没有喊，你烫到喊到像。我是好命的吗？啊好命啊、你是那种苦命的人，不一样的，来可以来比较的。好命的人你喊一下是应该的呀，你刻苦耐劳了，你就不用人喊。你看我鱼炸得很美。啊，把鱼炸到美啊！昨天也是做鱼酱，放鳕鱼啊。哎，我们放这个啊，我们现在差不多了。啊，姜要差不多了，我们放蒜米下去。OK， 那我们姜丝啊，炸到它有点颜色的时候，我们就放蒜米啊。蒜米你可以放，拿一个干净的，一个汤匙到两个汤匙啊都可以啊。拿一个干净的。东坡肉等了很久没有煮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安排啊。今天煮给你。哎，做短片表弟啊，不要煮，做短片。做短片，给大家做记录一下啊。米奇几时去欣赏完了？我的亲戚全部在青山啊，我时常都会去青山啊，只不过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啊，就比较少下去了啦。看一下料酒啊，可以啊，我们的料酒在这里，好，这种啊 ，OK。表弟也不想要刻苦耐劳啊，来，花雕酒和料酒的功能是一样啊，是一样啊。OK， 只不过花雕它有花雕的味道啊，料酒有料酒的味道啊，好像有姜，有姜，有姜味，真的没有姜啊。你一倒出来的话，就是花雕味啦、啊，就是那种味道啦、啊。花雕酒啊，通常是用于在做花雕鸡的啊。只不过我们新马比较惯性用花雕酒啊来腌制啊，煮菜、炒菜也是这样来倒一个汤匙这样子啊。OK， 我们爆姜它啊，爆姜它啊，米奇比较娇生贵养，不是娇生贵养的问题啊。我现在烫到啊，我对着火炉很烧哎，感觉到热热啊，我要换手啊，一定先油下去。OK 啊，刚才爆香的全部都是放在鱼身上啊，什么这个有些鱼露臭臭的啊，这个啊，这个。这个鱼啊，这个酱啊，你可以先滚了它了，啊，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。来滚一下，刚才我们烤好的汁 啊。当然如果有盐漆啊，放点盐漆稍微滚一下啊，啊就这个。不点，我要冲一下滚水这样。啊，我们已经过了3500了，来，目标达成，人也开心。哦，3500啊，3600现在。3600啊，我们到4000了，因为4000我煮这个是很海鲜豆腐羹啊，要你要煮完了啦，还有那个4000。来，米奇下酒后啊，有听见 okay, 你可以这样淋上去的，那一放在酒楼啊，我们就淋在旁边的。什么不要淋在中间，就是给他看到有脆脆的东西啦。我们淋在旁边。OK， 我们呢、啊、可以来一些像酒楼式啊、嗯，我们不要把那汁淋在上面呢。啊，那淋在下面就是了啦，因为它要给它脆脆的在上面啊。嗯，因为你放那个汁下去啊，它就软掉啊。那么你上面敲了一个点、哦。天天吃好料，喷到无所谓啊。来，我们就是再放一个葱花。嗯。哇，这个不便宜啊，这条鱼。这条鱼啊，没有骂了喂。你不叫我骂一下。人家厨师是最早给看到那些有油渍在那个碟旁边的。照一下。哎呦，这鱼开胃了！这不简单煮，来可以重复酱料吗？等一下先啊，给表弟捧出去先，顺便在麻婆停一停啊。一定有4000了。来，你讲一下那个蒸鱼酱油啊。蒸鱼酱油3汤匙。蒸鱼酱油啊，不是普通酱油嘞，我们是这个海天的蒸鱼酱油啊，它的跟普通酱油不一样啊。它是专门来蒸油的。如果你没有蒸鱼酱油，你就放海鲜酱油。来，海鲜酱油也没有的话，你就普通酱油啊。嗯。蒸鱼酱油3汤匙。来，还有吗？白糖1汤匙。白糖1汤匙。那个料酒1汤匙。料酒啊、嗯，煮菜的那个酒啊，一个汤匙啊。嗯。还有呢？鱼露1汤匙。鱼露1汤匙啊。嗯。鱼露1汤匙啊。嗯。水120克。120克的那个水啊，120ml 的水啊，还有那个 seasoning sauce 啊，1汤匙，一个汤匙的味极鲜，
还有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啊，就这样简单啊。好啊，老魏，太好吃了，可惜啊，没有机会让你们尝到啊。等一下我帮你们试一下。May I know what is the fish? Is that red snapper？ 你可以用红鱼啊，你可以石斑鱼啊，一片啊，整个一片煎了啊，这样也可以。你不要煎，你拿来蒸了也是可以用这样的洗哦。嗯，好像那一天你有看到我那个肚腸吗？清蒸、干蒸、肚腸啊，一模一样的这样的做法。来，那个其实蒜啊是不能高温炸的。嗯。但是他们都是在厨房都是这样做哦。哎啊，煎的鱼的油要怎么收啊？啊，煎过的鱼要怎么收那油？你看你用多久了？你可以重用到。我们一般上用两三次啊，这个是第二次了了，还可以用多一次。啊，三次我们就丢掉啊。我们不是拿去回收油啊？米奇你会煮啊？米奇很会吃、啊。哎，回收油一桶都不少钱呢，我还收了蛮多嘞。一桶可以卖多少钱？不懂了，我回那里去卖了。啊，这里回收油。我可以拍你那边吗？嗯。那这个是回收油啊，我们好、啊，就说这个可以，我们来去做那个肥皂，肥皂啊，做什么呢？啊，我知道啊，这条鱼煮到完美啊，谢谢你们。啊，表弟，气压锅啊，包糯米需要多久？一般上糯米你要包多久？啊，那些问题是问多久？要包多久？大概是18%的时间。啊，如果你是打算包50分钟的话，就5分钟啊。嗯，请问昨天的河粉好吃吗？我们只是吃料吧，那个河粉啊。那鱼肉我没跟抢。啊，河粉还来不及。哎，这么上面有粉啊，知道吗？哎，上面有河粉的。洗脏活是看个人呐、啊啊。他们没有黑，他们都不敢看黑酱油啊。他们没有捞人啊，那这么有果条在下面。哎呀，这个是果条汤面来的。表弟的邻居的窗口应该是关晶晶啊，是不是表弟的菜太香了？没有啦，我们这里就是全周围都是禁止的。我们有一样可以香到隔壁村的，嗯，就是芝麻香油。你看又来仙家了。哎，今天我做白斩鸡哦，啊，芝麻香油我零分。我不相信没有吃到。啊，请问鱼露是海天牌子吗？不是啊，这个是越南的啊，你可以去 Shopee 可以找到了这个。那条鱼也要几十块啊，自己煮会便宜一点啊。啊，那条鱼要回收一桶要7块啊。如果40块一公斤的话，那条鱼只是鱼的，嗯，都40多块。炒菜锅多少钱？我们的那个99和109没有货了啦，啊，卖到断货了，所以我们只剩这个，这个是比较高端的。这个我们是钛合金啊，钛合金质量啊，5年保价。这个一热上来的话，那的锅真的36cm 648块啊，648块，啊。如果你是40cm 的话是698啊，5年保价啊。我们比如有那个link啊，你可以按上去啊。来，首先蒜米爆香啊，这里应该有两个汤匙了啦。所以我们现在炒的就是海鲜，海鲜根啊，海鲜根肯定回收20块，你就比较贵一点哦，你那边高价，我们这里7块，蛮高价下来。完了，来料酒，一个汤匙的料酒啊，那个就 OK 啊， OK 上来了啊。来，热水多少？热水现在1.5，1.5L的热水啊，还是不够，我们要放多一点。煮蛋我哎，九楼的鱼啊，棒棒哒，我要试煮的。有 OK， 我们你家里有什么？好像我是家里的菜头菜尾啦，菜头菜尾啦，就这样几片，昨天要丢一丢，没有丢。你可以放，我们是主要是有白菜啦，so。表弟很喜欢吃仙菇啊，对啊，仙菇一定是有的。那菇是高营养。他超爱吃仙菇啊，老师跟你讲啊。因为我的儿子很会仙嘛。啊，是这样的呗。今天高兴看到表弟自然的笑啊。哎，昨天是不好笑的吗？昨天哎呀，好像有点情绪化。不会啦，昨天没有什么啦。没有情绪化。哎呀，你要煮的时候，那豆腐。你是便秘有几天是吧？啊，便秘几天的人脾气比较臭一点。水滚了，水滚了，我们把。如果你看到对方是脾气很臭啊，或者今天很臭啊，你问他是不是便秘？外面在楼梯水边，我也水边。哎，我们的白菜是大概几片？没有，这是三片的有。那昨天三片白菜啊，不想要丢啊，不要丢。确实啊，然后我们的香菇，看你要什么菜都可以放啦。继续下去了。没有是。你如果你煮素食的话呢，你就是放菇类咯，茎类咯。
就是啊，哎，早一点做番薯叶，很久没吃番薯叶。番薯叶，哎，我们以前乡下的番薯叶、啊，我要肥了，不要再肥那种 KL 的番薯叶，全部瘦瘦了。瘦瘦了，我乡下以前的是肥肥的，好吃那个。嗯，哇，你还加这个、啊？这包啊，真的是多料啊！啊还有 scallop， 还有虾。啊，这个是什么、啊？那个红红的、啊、这个。啊，也是 scallop 来的。啊。哪有菇？那个是。还有手冻。扇贝，还有手冻。手冻糕啊。很冷的笑话，因为天气热啊，让你冷一下。这个是章鱼滑，它有木。这个 optional 了啦，你要放什么都可以啦。啊就是、最重要，你还会调它的字啊。啊，这个是墨鱼的，一下来一定要打一打，嗯、让它比较少整一点啊。啊，米奇你说吧，好，好笑账啊。来，白切鸡放什么酱油渍啊？刚才那个酱油可以，刚才那调那个酱油可以啊。那个来酱白切鸡很好吃，啊、那个酱油白切鸡、啊，那个酱油可以来做蒸鱼，可以熬汤，可以做白汤盖。啊，就是很宝贝了，啊！哎，麻烦老板叫我们做酿豆腐啊，他有会偶尔会做一些酿，啊、酿，不算是啊，叫酿豆腐吗？那个是酿类的东西啊，他酿那些肉类在里面啊。酿豆腐可以啊，有机会啦。你可以做一套嘛，好像、哦、好像来礼拜天做比较好。你做酿豆腐，然后顺便做买那个鸡胸饭。啊，表弟，你用你这个包可以做到鸡胸包吗？啊，用你的包做到鸡胸包吗？我们煮多一点啦，因为这个很好吃哦。水多少？总共？这里差不多是1.8了，我来1.8公升的水啊。我们现在要放那个章鱼滑下去啊、哦。手动，手动，手动。章鱼滑。啊，米奇便秘啊，政界读经是第四声啊，狗你 啊，是闻不出是哪里，哎呀，是有放点水啦，秘它的秘诀啦，容易挖一点啦，啊，沾一点水啊，不会连着你汤匙啦。啊，请问芝麻香油可以做什么菜呢？其实蛮多菜你都可以放一茶匙的芝麻香油啊，对对对，好像这道菜啊也是可以放芝麻香油的，比较不适合了嘛？啊，不是啊，比较少一下去都不要想要吃了，那讲这么长啊？哦，你看你煮沫，你通常都是焖的东西都可以放啊。啊，芝麻香油就是啊，焖的黄酒鸡一定要咯，没有黄酒鸡一定要芝麻香油，三杯鸡啊，就是有焖类的东西啦，好像你不是有做那种啊？叫我了，醋猴酱 啊，配那个芝麻酱也不错、啊。来滚一滚啊，快收啦！哎，我想到一个 idea 啊，好像你买这种啊，一包一包的那种鱼花、虾花或是手冬花，哎，这个刘姐，好像我们吃 Maggie 面，我们可以这样子放下去、哦。这个刘家面线不错啊，刘家面线很好吃。OK， 我们准备米刷，所以我们今天用的是刘家面线。刘世峰，你有一次啊？他本身我认识他已经20多年了。嗯，哇，他面相真的好。那天我是找不到。啊，OK， 来，来调味啊！滚硬，来谢谢。我调味先，调味先。帮我打个呀，马铃薯粉、勾芡酱，来稳的。我们放一茶匙的糖，来一个茶匙的白糖啊。我们放多一点。啊，请问表弟吃猪油渣健康吗？猪油渣是排名世界第八最好的油啊，啊，绝对是健康啊。鸡精粉两茶匙。但是你看你是加工过程的猪油渣就不好啊。来，鸡精粉两茶匙噻。啊，一茶匙的，那个盐。OK， 一茶匙的盐，糖也是一茶匙噻。OK。一茶匙的白糖，一茶匙的盐，两茶。OK， 再重复啊，白糖一茶匙半，两茶匙的鸡精粉，一茶匙的盐，然后撒一点胡椒粉啊。
米奇要求很多次的朱忠本啊，表弟没回答。哎，你厉害哎，你知道我在讲什么？有注意有听我讲话？什么在讲话？来，请问在哪里可以买到面线啊？这个在 mall 有卖啊，我有些我在那种啊杂货店也是有看到的，那种中小型的杂货店啊。其实轮到表嫂秀他几道菜来客串下，看一下表嫂要不要出场啊？没有马铃薯粉用什么来代替？勾芡用的话，如果你没有马铃薯粉，你可以用那个玉米粉啊。来，你放什么？啊，盐再加多一点点。多少？总共一茶匙，又四分之一茶匙。啊，好难念。OK， 那一又四分之一茶匙啊，那个盐啊，加多一点点盐啊。胡椒粉放很多呢，他很喜欢放胡椒粉啊。你可以选择胡椒粉来，你放。如果他煮菜很喜欢放胡椒粉呢、啊？也没有放，没有看，我会看到你放啊。还没有放。OK。你可以放一茶匙半啊盐。美琪昨天出生日，新加坡红字啊买不进啊，两个队都满了，什么字来的？你讲805啊，805一路还是红字啊？就算我没有喊他，他还是红字来的。没。啊。面线然后你放这，我们放三个就够了嘛。来煮面线。来一茶匙是5g吗？一茶匙5g，你有错，一汤匙就是15g吗？啊，喂，在这里呢，我们要注意一下，你一定要注意啊。刘家面线我买过啊。啊，这个是麻婆五鸡巴西的，可以。OK， 虾你可以放下去了。OK， 我们放虾了，还有 scallop 吧。scallop 下去了。OK， 只要放什么海鲜类都喜欢啊，你可以放鱼花都可以啊，生鱼片也是可以这样子啊。嗯。面会沾盐啊，面会那个盐已经是滚熟了。啊，来，我们现在开始调味。它已经融化了了，那个能勾芡，哎，马铃薯粉勾芡用，打芡字啊。我今天感觉到特别开心，没很快啊。哦，是哦。哎，拿两粒蛋俾我打散你啊。我拿两粒蛋啊，我再试一下啊，味道好。你煮的没有这么累，我感到很开心。啊，你可以休息，你可以早点休息，冲个凉休息。面线有带咸味哦，我们有时不要看那么咸。你要看你买的面线呢、啊、有没有带咸味啊，你才来决定你的盐要多少啊。OK， 多少洗东西都洗不完啊，哪有时间煮？这样也是啊，来撒一点胡椒粉啊。再放一个最重要的，来鱼露，来鱼露多少？一汤匙，一个汤匙的鱼露啊。来米奇，你的爸爸的车是不是8055啊？我全家的车都是8055啊，没有错啊。你贵的好吗？越买越贵。给人家炒上来的，你买那种字，那我有含义的字啊，那个超贵的。小时候生病啊，妈妈就煮面线给我们吃、啊。我的年代也是吃面线的哇、啊。OK， 你这个啊，那个汤哦。不要得给它太浓稠啊，有点点浓稠就好了，不要太浓稠。你放蛮多下咯。对，它因为我们水，我那个汤啊，这个锅芡粉水很高。可以浇麻辣香锅吗，小弟？啊，之前有浇过啊。OK， 面线你弄碎它，来弄碎啊。啊，我问你啊，为什么生病人要吃面线？我小时候比较容易吞吗？哦，它是这样意思啊。小时候生病吃面线是因为比较容易吞啊。嗯。哎，请问这是什么锅？它是日本钛合金钢铁锅的啊，它是的品，它的那个它的quality啊是比较高尚一点的。然后我们是5年保价、啊，5年的warranty。OK， 那这个也是很浓了啊、哦。我们这样，因为面线等下面线会变成面线糊啊，啊，面线羹啊。你啊，这个好吃了，我知道了。有些地方吃到阿姜米线哦。阿丢米刷啊，还放鹅，那个鹅啊，米刷那种。这个下去滚。来鸡蛋多好，这里两粒啊，你可以两粒鸡蛋打散了、啊。老板提供家里宴席的订单吗？没有啊，我们以前就有了，以前做大炒啊。以前啊，你有做了是吗？以前有，20年前你找他有做啊。现在呀、啊，现在来我 office 了。OK， 最后的时候淋一点香油下去啊。来留一点油啊。啊，可以了，你可以放点醋啊。是面线比较优秀嘛，所以这种这包东西是病人吃的，不是病人吃的，这种东西啊，没有多少人懂得这样煮了，有没有？真的，
我觉得很多人会有，没有多少人懂得这样煮。表弟讲啊，很多人不会煮这包东西啊，不懂得这样煮。如果我老实说，你有吃过？还是面很少有人这样煮。它是面线羹来的啦，面线羹很好吃啊，真的很容易吞啊。你就是，如果你喜欢吃鱼翅类的话，OK， 你不要太浓啊，浓的时候，因为面线等下冷的时候，面线会，其实要稍稍吃了，做什么煮这么多要稍稍吃了啊。呀、yeah, ，老啊，要老要老要稍稍是，有些人就认为稍稍啊，会致癌的几率是高。来，你的碗不够大啊，就让我去叫他拿个锅一个。来，放点绿色的东西进来。啊，这一包给我了，这一包，这一包你倒去另外一个碗给我。好像鱼翅的，它像，那种感觉啦，像啊，你可以放，可以放醋吗？哎、欸，可以放醋，可以放醋啊，你可以放醋了，福建人比较喜欢啊。这个要学哦，这个很好吃哦。这一包啊、哦，不会说很贵啊，但是啊，如果你破烂的机会啊，做给你的朋友啊、亲戚啊这样子哦，一包过去啊。这个福建面线跟福建人最爱吃啊，福州人爱吃。我家每次煮啊，啊，很多人都会煮啊，看到没有？OK， 谢谢刘所啊。还有3700人呢、啊，所以我们第一道啊，做这个鱼太简单了，这个鱼只是你要会调那个字啊。对，这鱼啊，就是为什么这样呢？我们吃的时候哦，这样你吃的时候就很好一个。你要记得啊，我们淋那个字的时候、啊，不要淋了淋在那鱼身上啊，这个、我们淋在旁边、啊。你下面变成，如果你稍微要吃干的话，你这个一头硬身的了，下面就比较软了。那么你先拿一块来点，然后哎呦，好不好吃嘞？我们给 Mickey。试一下，等一下我拍照，不要拍到这里啊！够力啊！你看，毕竟我有这样的习惯。你把我喂飞，我放点点。不是你把我放灌醉啊，是把我喂飞啊。嗯。来，哇！油啊！那酱汁 是很好。对啊，老板，你那酱汁很 perfect 的酱汁。大家，如果你煮酱的时候，你再放一个盐稀啊，盐稀稍微去滚一下，盐稀稍微去滚。但我比较喜欢你另外一个鱼酱啊，那个是盐，我放盐稀，那个比较好吃。是一样的，调味是一样的。哦，只是加了盐稀味是吧？加了盐稀味啊，少了一点味道啊，少了盐稀味啊。OK， 这个就是那个是那、这个如果你餐厅吃的话，酱要20块啊，20-30块啊。要了，现在都是20块啊。嗯 ，OK， 那个是我们去吃那个比较小包的小的那里，嗯，它也是黄豆酱来炒的啊。OK， 所以呢，这是面线糊啦。这个面线糊是要试啊，要自己试啊。这个是就要这样煮哦，这样面线，你看啊，你吃掉啊，好不好吃我不知道啊。啊，蜜给再喂它一次。来，如果煎鱼啊，要放辣椒，辣椒要这样煮啊。哇，太烫了，烫啊，不好吃啊。味道好吗？味道你可以再重口味一点啊，重口味你可以用。但这个比较在啊，对我来说比较大胆，我比较爱重口味啊。嗯、啊，我相信在场的应该会很适合。你们可以放点醋，醋就有带一点咸啊，放醋就刚刚好了。你放醋的话就刚刚好啊，因为醋有带一点咸味啊。啊，所以这菜肴我们看，我们慢慢，你们不用急的，别煮菜是慢慢去。慢慢去拿，今天慢慢去尝。嗯啊，那么今天你记得我这个鱼酱煮的话。这个鱼的酱可以煮白斩鸡，嗯，可以拿来清蒸鱼、干蒸、嗯。什么鱼你蒸了它？比方说你说啊，买了一个买了什么？买了鳕鱼，不知道怎样煮了呢、啊？蒸了它，拿来好像比方说我们表弟的 sauce 啊，在他的店呢、啊、有玩所有的东西啊，any sauce 都有在那个表弟的店啊，你可以来表弟的店来看看一下。像我们去买了一片这种。顺丰鱼片啊，或者是什么鱼片都好，就像你八宝鱼也是这样，你蒸熟它，蒸也可以，这个油炸煎也可以，油炸也可以，然后煮这个酱，嗯，煮这个酱，你跟着我这方法，如果有盐稀，再放一点盐稀下去滚化它个。粉丝再问你可以重复那个酱吗？啊，那么三汤匙的蒸鱼酱，嗯，三汤匙蒸鱼酱，蒸鱼酱油啊，蒸鱼酱油啊。一汤匙蒸鱼豉油啊，蒸鱼豉油啊，三汤匙，一汤匙的，那个料酒，一汤匙的味极鲜，一汤匙的糖，嗯，好、啊，再加上一汤匙的那个鱼露，鱼露120克的
清水，清水，然后就会有配料。那么当然，如果你要再吃糖，要再，也是酱油是这样的，你想要再甜一点，你可以放多少许的糖。我建议你可以放糖多一点。啊，可以放。这个还可以放糖。啊，可以放多半汤半汤匙的糖，你喜欢。啊，有人说我要带咸，有人说我要带甜。这个酱可以煮醉鸡吗？醉鸡、不一样啊，醉鸡你要就要料酒了。那么在中国哦，中国花雕鸡啊，中国就是啊，中国人，我给你大家。啊，你看表弟不舍得关播。不是，这个是一个尝试来的。等你啦，给他一点时间啦，反正今天正早结束。那中国就是在中国那方的料理，就是你这个鱼煮了过后，你这就是倒下去，整只的倒下去，然后淋点油下去就可以了的。啊，中国的料理是这样的，它就是有一个、这样，就是煮遍了，你不用再煮了了。一个蒸鱼洗油就是了啦。就是这样倒下去，那么他们就会比较带咸。那么他们口味是比较重点，带中国人是比较口味比较重。那么我们要把它经营什么？你可以放，所以我加多一汤匙，甚至你可以加多一汤匙半的糖都可以。啊，是看你的喜欢的甜度在哪里，这都是自己来调的啊。OK。啊，最后还是只是 formula 是大概是这样的，你看着。那么如果你说哎，里面我们这样的酱油，普通的酱油可以吗？可以的，所以你要去调咯。你们可以调你们的口味啊，好像表弟啊，我们 KL 人啊是比较重口味的。以前我是吃很清淡的，现在慢慢煮就吃到。对对，我们这里的大炒类的全部是重口味的，甜大鲜的。所以你们可以配合你们的，减一点啊。新加坡的吃的话就比较带甜，吉隆坡是带咸的。我第一次来到吉隆坡的每一个菜啊，这样吃很难吃下去的，很太鲜了。因为我在柔佛长大嘛，也很靠近新加坡的口味。好，最后还是感谢我们大家都是一起学习的哈。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656天，656天有没有？556天啊，556啊，五五六啊。我希望有一天你会停播，会了，这样我们可以去旅行一下，休息一下，真正的休息啊。我们会了，这个会。那么可能我以后会做的东西，我有新的，我就来到这，哎，这里那粉丝。去，比如说我去麻婆朋友啊，粉丝见面啊，聊聊天。哎，所以这样我去你家煮，我很想去到你的家下厨。我希望你在600天之前呢、可以停播，我们继续旅行。为了我，但是当然我是不舍得，是。那么600天你就看不到我。我是老实说，因为有时间，我来谈些八卦啦。我们很难得有一个壮举。每一天都天天直播，连续556天没有停播，这是一个壮举。那么如果我明天没有煮的话，那就 stop 了。所以每一次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记录，新的记录。那么你叫我放不下，我也是想要休息的一天，我也是想要休息，但是放不下。为什么？就是说很难得我们累积到一个，那么也是习惯晚上都要煮晚餐吃吗？不然就去外面吃的。所以现在 COVID 的问题，我们也怕去外面吃，同时我们也要很注意一下。好，最后感谢大家。我们明天、okay. 刚才有人讲要煮什么？主播刚才有谈一下 Later we'll show the recipe 晚上啊 at night time 啊，表弟会写出来的。那么当然，如果你要的话，我的食谱我有食谱了啊，我食谱里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品的 OK， 最后感谢大家，我们明天5:30准时见，拜。